大班或者是中班，对，大班中班让小朋友有水中寻宝快乐的活动。那我们首先要先整理一下场地，那等于是我们要先退到后面的参加各位小宝贝旁边去救，对对对，可以体会一下中央目前我们各位教练可能所上的救生的课程，可以加强一下你们的游泳的能力。好，待会我们再整理场地，场地中小朋友要守秩序，小朋友要守秩序。诺诺教练说要在哪里集合。